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禅语，禅语伴您聆听佛音，平息烦恼，安顿身心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夫妻是否会离婚，冥冥之中真有定数？请听，前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，前世千万分的缘，在今生修成了夫妻，相遇便是难能可贵的缘分，何苦去怨恨，何苦去仇视？缘起缘灭，缘聚缘散，一切都是天意，我们应该好好珍惜。一，前世缘未尽，今生做夫妻。今生种种皆是前世的因果，缘起时起，缘尽还无，不外如是。今生相遇相爱，注定是前世的因缘。唐朝时候，有一位名叫韦固的人，一次他到宋城去旅行，晚上韦固在街上闲逛，看到月光下有一名老人席地而坐，在那里翻一本又大又厚的书，在他身边还放着一个装满了红色绳子的大布袋。韦固好奇地问老人家，请问您在看什么书啊？老人回答说，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。韦固听了后又问，那袋子里的红绳子是做什么用的呢？老人微笑着说，这些红绳是用来系夫妻的脚的，不管男女双方是仇人或距离很远，我只要用这些红绳系在他们的脚上，他们就一定会和好并且结成夫妻。韦固听了以为老人是和他说着玩的，但是他对这古怪的老人充满了好奇。当他想要再问一些问题时，老人已经带着他的书和袋子向米市走去，韦固也跟了上去。到了米市，他看见一个盲妇抱着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迎面走过来，老人便对韦固说，这盲妇手里抱的小女孩是你未来的妻子。韦固听了很生气，自然不信老人的话，便叫人去把小女孩杀掉，看她将来还会不会成为自己的妻子。家奴听了韦固的吩咐，刺了女孩一刀以后就立刻跑了。当韦固要找老人算账时，却已经不见他的踪影。转眼14年过去了，韦固即将结婚，对方是相州刺史的掌上明珠，人长得很漂亮，只是眉间有一道疤。后来韦固问他的岳父说，为什么他的眉间会有疤痕呢？相州刺史听了后便说，说来令人气愤，14年前在宋城，有一天保姆陈氏抱着他从米市走过，有一个狂徒竟然无缘无故地刺了小女一刀，幸好没伤及性命，只留下一道伤疤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韦固听了愣了一下，很紧张地追问说，那保姆是不是一个盲妇？刺史回答说，不错，是个盲妇，可是你怎么会知道？韦固听后十分惊讶，一时间答不出话来。等韦固平静下来后，便把14年前在宋城发生的事全盘说出。之后夫妻二人更加珍惜这段婚姻，过着恩爱的生活。所谓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，万法缘生皆系缘分，前世今生在此相遇，从陌生到牵手共度一生，每一段姻缘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红线牵连。其实人生中有些婚姻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缘分来之不易，今生能够相守也不容易，所以夫妻双方要懂得珍惜。二，善缘恶缘无缘不聚。佛家讲无债不来，无缘不聚，夫妻之间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，若无相欠怎会相见？也许上辈子谁欠着谁，所以才这一辈子才能结为夫妻，才能在一起生活，偿还从前的债或恩情。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位家庭主妇非常善良，可是她嫁给了一个很恶劣的丈夫。她的丈夫喜欢喝酒，
每次喝酒回来总是打她，而她却从来没有责怪丈夫，只是感到自己命苦。后来她实在忍受不了，就想不开，也许是她的善良，在途中遇到了一位修行人，修行人喊住她，她便将自己遇到的问题如实地告诉了修行人。修行人对她说，你这次回去，你丈夫打你是最后一次，之后就不会再打你了。她听后非常的吃惊，怎么可能呢？可是她又想，都打得那么久了，也不差这一次，不如回去看看。于是她又返回家里，和往常一样，她的丈夫喝完酒还是打她。可是打着打着，丈夫的手突然停在半空，打不下去了。后来正如修行人所说，丈夫不再打她，夫妻俩过得越来越和睦。但妻子依然奇怪，丈夫怎么会突然就变了？后来跑去问修行人，修行人告诉她，她的丈夫前世是她家的一匹马，因为她前世用鞭子抽了她1000下，她这辈子投胎做她的丈夫，也来要这1000下的债。而打完1000下，两人也就谁也不欠谁的了。此生能遇到贤夫惠妻，是因为前世与他们结下的善缘，而今生遇上恶夫劣妻，是因为前世欠的他们。种什么样的因，得什么样的果，这就是你的缘。你该遇见什么样的缘，因果中早有定数。三，相爱是缘，分离是因果。诸法因缘生，我说是因缘，因缘尽故灭，我作如是说。一切诸法悉即因因缘而生起，以因缘尽而消灭。阅微草堂笔记里记录了纪晓岚的外祖母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沧州有位宦官人家的妻子不被丈夫宠爱，心中十分郁闷，而且这位妻子的性情乖戾和丈夫更是合不来。这时恰好有一位道行高深的尼姑路过，她便向尼姑询问自己与丈夫合不来的原因和解厄之道。尼姑对她说，我不是阴间的官吏，不能查你们的配偶的名册，我也不是菩萨，不能看到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但是姻缘的道理我却知道，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结合，因有恩情而结合的夫妻必定相互欢爱，因怨恨而结合的夫妻必然相互对立，也有因非恩非怨，亦恩亦怨而结合的，这就必然双方互有负欠，而彼此相互取偿。你们夫妻莫不是因怨恨而结合？而这是上天决定的，不是人为的。虽然是这样，天定胜人，人定也能胜天。只要消除你的好胜心，收敛你的傲气，用情感去磨合，而不是用势力去争吵。你只管做好你本分，孝顺地侍奉公公婆婆，和睦地处理家庭关系，宽容对待他人。你只管做到这些，这样或许可以挽回你们夫妻的感情吧。而你不必询问以往的原因，也不必去计较其他，那样做没有任何好处。妻子听了尼姑的话，顿时开悟，人之相遇皆由缘定，而缘起缘灭皆由心生，若有心天涯咫尺，若无缘咫尺天涯。夫妻想要共度一生，就要懂得互相体谅对方，丈夫能够体谅妻子的辛苦，体谅一个女人生儿育女的心酸，妻子也能够体谅丈夫挣钱养家的不容易。只有夫妻互相体谅，彼此都懂得彼此的不容易，相知相惜，才能把日子过好。反之，如果一味地只考虑自己，不为对方着想，那么婚姻破裂是早晚的事。夫妻是否会相爱，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而是否会离婚却是由自己决定。正如《诗经》中所说，生死契阔，与子相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愿天下夫妻相爱相知，恩爱一生，也愿孤单的人早日找到自己的缘分。大悲无泪，大悟无言，大笑无声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禅语。世间种种缘分，唯情缘最为难得。夫妻之缘是三世的因果，累世的情缘。夫妻之间的缘分皆来不易，今生能成为夫妻，都是你们之间累世不断的努力，才换来今生的一世夫妻。缘分皆是福，夫妻之缘更是千金不换的福缘。前世你们历经了多少的苦难，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，经过累世的不懈努力，才有今生的夫妻之缘。曾几何时，一点一滴的努力切莫忘记。佛家讲，男人女人到世界上是干什么来的？是了缘来的，无缘不聚，无债不来。现在很多做妻子的，多数都怨恨丈夫。男人也许会说，我媳妇还恨我呀，我咋不知道呢？告诉你，爱有多深，恨就有多深。女人为什么抱怨的多？因为女人从嫁给男人的那一刻起，就把全身心都交给了这个男人。成家以后，爱这个家，爱丈夫，爱孩子，为了这家拼命的干活。结果这个丈夫不会说好话，有的男人一辈子不会说一句好话，从来没有说过，妻子你辛苦了。甚至有的女人干了一天的活，想对老公撒撒娇，讨两句好话听听，就对她老公说，哎呀老公啊，我今天没有少干活，累啊。结果她怎么说？她直着嗓门大声吼吼，谁不干活了？过日子的你累，别人不累吗？一句话就把女人冲撞得眼泪汪汪，觉得委屈得不得了，回到房间里一个劲儿地掉眼泪，想真是气死我了，怎么找了这么一个木头疙瘩，好话都不会说，本来想找个安慰，没有找着不算，还受了一肚子气。嫁了这么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，或者一个倔强的男人，或者一个贪玩的男人，女人在家一定生气抱屈。女人要明白一个道理啊，你前世欠他，今生才嫁他呀。你今天嫁给了老张家、老李家，你为啥没有嫁到老王家去呢？因为你欠他才嫁他呀，所以无债不来，无缘不聚呀。男人也会欠女人的，没有债不会组成一个家庭。有的男人会对女人说，你嫁给我吧，以后所有的家务，什么洗衣做饭拖地我都干，什么也不要你干，只要你能嫁给我，我都愿意。有的女人结婚以后跟人家跑了，后来回来了，这个男人还要她回家的，这不是欠人家的吗？只是多数女人都是欠男人的，那怎么还债呢？有的女人骂男人，我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窝囊废，啥也不行。见到邻里就贬责自己的男人，见到同学也贬责自己的男人，说自己的男人太没有用，都是自己在忙里忙外，快累死我了。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嫁给了一个窝囊废，那是因为前世他为你效力的太多，这一世你就应该补偿，这不是你倒霉，而是你前生种了那样的因，今生就接了这样的果。你前世一手所造的所有业，你今世都得承受。佛家讲，受了受了受了，就能了这个业，所以心平气和地承受吧。有的人骂人骂了半生，甚至连人家的老祖宗也骂上了，到现在还脑袋疼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成天吃药，都快变成药罐子了，十有八九是人家的老祖宗住在你头顶上了，你能好吗？吃多少药也不会好。女人嫁给什么样的丈夫都是你的命啊，今天遇到的人都是命中有的，都是前世种的因，
今天才结这样的果。男人也是一样，也要从高处下来，不要因为自己是男人就对女人指手画脚。女人也是一样，要下来，要认清自己是谁，前世欠他，今生才嫁给他。要是你丈夫蛮好，你说你不欠他，那么你是欠你婆婆的。婆媳今生见面就不和，这都是前世的冤亲债主见面了。有的婆婆不理解，说我为儿子花了这么多钱才把他娶过来，结果他对我凶神恶煞，真是气死我了，真是倒霉啊。不是倒霉，那是你花钱买回来的冤亲债主。不倒霉，你前世不跟他有因果，他不可能嫁到你家来，那是他气你啊，是你种的因，今生才收获这个果。夫妻之缘命中注定，是你们前世共同的努力才换来今生命中注定的相遇和相爱。一辈子这么长，能有一个如此爱你的人就是幸福。如今既然你们已经修得今生的夫妻，就应好好珍惜与善待彼此，别让累世的付出白费。夫妻之间就应好好的善待彼此，缘靠人珍惜，美好的姻缘从珍惜开始。每一段幸福的婚姻都需要彼此的包容和理解，人与人之间关系再好，也总会有摩擦，总会产生矛盾。婚姻是一场长远的修行，每一天都是对夫妻间的考验。幸福的家庭需要夫妻一同创造，夫妻是相伴到老，一起携手共度人生的风风雨雨的伴侣。对于将要和你度过余生，陪你哭，陪你笑，陪你吃苦享福的人，请多点包容，多点善待。你们今生能遇见彼此，就是最大的福气。夫妻确实是缘分，这个缘分当然有到头的时候，尤其是世间人。有句话讲得挺贴切，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确实也是这样。大限是什么？生命终止，各奔东西。你修善的就到善道，造恶的就到恶道，个人走个人的道，谁也救不了谁。即使是恩爱几十年的夫妻，最后也是缘尽分手，再见面就改头换面，改行易道，认不出来了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你要放下情执，情执不放下，你六道也出不去。当然我们心上放下情执，这个世上要随缘。比如说现在还有夫妻的缘分，那就尽你夫妻的责任，这是敦伦尽分，这是需要的。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，但是又不着世间法。你有情执就是执着，你说我没有情执我就离婚，那就坏世间法了，都不是中道。中道是世上随缘而作，心上不执着。我们念佛人心上要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。现在有多少天光阴随缘过，到时候了就往生，一点执着都没有。佛法确实不提倡离婚，提倡和和。夫妻的和和最好是什么呢？彼此都一起学佛，成为法伴侣，成为法兄弟、法眷属，互相提醒、策励，在菩提道上一起精进，这是最殊胜的。当然，这个缘分可遇不可求，你要是求这样的缘分，未必得好的缘分，干脆不如求阿弥陀佛，听阿弥陀佛安排最好。夫妻在一起，最重要的，互相敬重，互相帮助，和谐关怀照顾，在关怀照顾的同时又尽量的淡化情执，就是用理性去做事情，不是感情用事。如果夫妻二人都学佛了，都会用四摄法，那就是一对恩爱夫妻，百年好合。如果还是不能相处，那就是不会用。一，布施。夫妻之间的布施跟六度里的布施不一样，
夫妻之间的布施就是多请客，多送礼。在闲暇无事的时候，你请我吃顿饭，我请你吃顿饭。丈夫送妻子朵玫瑰，妻子送丈夫件衣服，虽然花都是自己家的钱，但感觉不一样，会让人有一种温馨的感觉。大家经常交流，经常为对方着想，经常利益对方，关系就会越来越和谐。二，爱语。爱语不是甜言蜜语，不是让你油嘴滑舌，光说些好听的话，而是让你用真诚的爱心关心对方，照顾对方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爱要说出来，不要做闷葫芦。心里特别关心对方，但嘴上就是不说，让人家感觉不到你的存在，感觉不到你对人家的关心，这就可惜了。所以夫妻之间不但要彼此关心照顾，还要把话说到，经常问寒问暖，关心一下对方的工作学习，这也是对生活的一种调剂。三，力行。就是不但要说到，还要做到，一定要是发自真心的关心照顾对方，要付诸实际行动。既然结为夫妻，组建家庭就是一家人，大家你好我好，共存共荣，所以就不要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了，不要老想着他对家庭贡献少，我贡献多，心里不平衡，就会看对方不顺眼，就会闹矛盾。俗话说，家和万事兴，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你关心我，我照顾你，家庭肯定就会兴旺起来。四，同事。同事就是在一起共同生活，共同学习，共同做事业。夫妻之间既是夫妻，又是同修，还是同事，大家做的都是弘法利生的事业，完全是一个佛化家庭，是全世界家庭里的模范家庭，这样多好。即使夫妻两人的事业各不相同，也要互相支持，把自己当成对方的同事，这样的家庭怎么会不和谐呢？夫妻间无论是爱与被爱，都是幸福的。夫妻是一生的爱护，人生漫漫，能有个一直爱你保护你的人很是重要。人生不易，找一个真心爱人陪你吃到老玩到老的人更是不易。家是我们的幸福所在，幸福就是能有一个相伴到老、相守一生的伴侣。夫妻之缘皆来不易，请善待。人生在世，不仅是为了被爱，也是为了爱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禅语陪您聆听佛音，平息烦恼，安顿身心。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，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咱们下期再见。